在与大家见面哈。同样的，也希望呢，今天所安排的歌曲，你们都会喜欢，也会满意。如果什么想听的歌呢，都会向我们点上来哈。作为台上歌手，必唱可爱的 CD 的话呢，都会唱的，为大家安排哈。小姐姐，是你吗？刚刚啊，你不要躲，就是你，你点了那两首歌，别没有我了。没有关系，你再点，一直点点点，你点十首，什么？两只老虎，我先唱唱给你听。两只老虎，你没有掌声，我掌声。哎呀，两只。